哎，你要不要讲这首歌？好，这首歌也是我写的。感觉他很厉害。嗨。我给你钱了。给你打好了。反正就是有一天收起来，那阵子我工作都到很晚很晚才会回家，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就突然一股抱怨，莫名其妙在路上就写了这首歌，这样隔天就马上唱给他听，就觉得自己两三点才半夜两三点那边开车回太麻里，觉得很空虚啊，爸妈都睡了啊，饭菜都凉了这样，然后就写了这样有带点愤怒的歌，这样。然后他愤怒，然后越开越快，然后下雨天。对对，那天下雨。不要开玩笑。我知道，珍惜生命。好，那我们就珍惜生命，然后嘞。啊，没有啊。然后我们就。唱这首歌就 ending 了。嗯，这首歌也是轻快的歌。轻快吗？愤怒。嗯，好。他先打歌。
谢谢，下班了。谢谢。